切缝很好，切缝真好。哦，它这个几乎不存在人物，除非它图形小了，除非料。切的都是透的，这个就很好。那个切的，本来它都不怕掉屑，它不是啊，对，都很硬。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加防压剂，因为它还翘，它这个切的会往上翘。这次的料子。这个料子你看我有点烤了。